姐妹们，如果你们家孩子除了课内的作业，其他的课外作业他一点都不愿意做的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我觉得我们家欣欣之前让他做一张测试卷，我的妈，那个真的是难的呀，你求爷爷告奶奶他都不做，到时候咱俩还得吵一架。你看现在金钱的力量，这一招对我们家欣欣真的太好使了，现在让他做试卷，你看立马的麻溜的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梅姐，最近我学习老苗鼓励式教育欣欣学习，效果非常的明显。根据老师的反馈，最近欣欣在学校默写全是满分。刚刚老师在群里面通知了，明天欣欣要数学测试，我打算今天晚上让他自己先在家做一张测试卷。如果他考90分以上，每一分1块钱；如果低于90分，哎，我不但我不给他钱，我还得扣他5块钱。我看欣欣今天有没有信心拿我90块钱。欣欣，怎么了？你明天不是老师通知了要单元测试吗？是。今天我们自己先在家做一张，刚刚老妈在外面说的规则你听见没有？90分以上，每一分1块钱；低于90分，你不但没钱，还要每一分还要给我5块钱。啊，这样不好吧？不行，就要这样子。我觉得上次挺好的。现在把数学试卷拿出来，我们开始，1个小时开始啊，60分钟开始。家里面有一个认真学习的，总有一个搅屎棍，你看这月月就是那个搅屎棍。跟我走，找你爸去，到你爸那边去，别再去打扰你姐姐了。把月月给他交给老苗，这样子的话欣欣做作业他能专心一点，不然他在旁边一直吵一直吵也做不好作业。刚刚欣欣在写作业，我就出来把锅碗瓢盆洗了一下，我现在洗完了，我现在去看欣欣做的怎么样。你干嘛老苗，你给我停了，你干嘛？我都说了他在做东西的时候你别吵他，别进来，他刚把月月提溜出去你又进来，你又能比月月强到哪里去啊？你以为啊？你是最大的那个学习障碍，出去。你爸爸我说他进来干嘛的，这个是不是他拿的？是的。这老苗就是这个样子，欣欣他但凡在这里写作业，他说话欣欣累着了，他不是送个水果就是送点喝的，你看送了一瓶爽歪歪进来，我说手插兜里在干嘛呢？我先去找他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什么？我刚刚还想说呢，我说手插兜里干嘛呢？拿什么爽歪歪？搅屎棍。你看这个老师，他爸在这里看东西。完了完了，我看欣欣这九十分难考了，今天欣欣亏大了。答案是前几天默写赚的钱，今天有可能一呼啦全部都要掏出来了。Oh my god！ 我先来算分数，这里是1分、5分、5分，这里是2分、2分、2分加2分4分，这一题扣6分，那84分，84分。差6分够90，1分5块钱，欣欣，拿30啊，来。讨厌，今天没赚，反而亏了。哎，今天见到回头钱了。亏大了。亏大。那才赚39。欣欣今天没有完成挑战，被罚了30块钱，希望他下次再接再厉，加油，欣欣，妈妈相信你。好，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